尊敬老师，也很尊敬每一位学佛人，台长很爱你们的。你们要记住啊，我们在人间大家吃了很多的苦，我们这辈子到人间能够闻到佛法已经是修了很多事，能够闻到心灵法门的人跟观世音菩萨一定有缘分，所以有缘人叫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啊这个法会，观世音菩萨一直在关注着我们，在看着我们，希望我们好好的学佛修行，希望我们不要走偏差，希望我们不要再受苦了。就犹如昨天有一位同修讲的一句话，观世音菩萨伸出很长的胳膊，一把搂住了所有的弟子，搂到了怀里。我们找到了母亲，我们找到了我们天上的家，希望大家珍惜这个家，希望大家珍惜我们伟大的母亲观世音菩萨。这几天大家都充满法喜，每天相聚，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啊欢快的喜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佛还有众多的菩萨都在看着我们。因为我们是善良的人，因为我们是有修养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学佛人。我们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迷失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不能再让自己的苦继续了。我们要振作起来，把我们过去的事情赶快忘记，我们要展望未来，我们有美好的明天。我们从过去到今天，我们已经沉沦了很多事，我们不能再沉沦，我们不能再不明白我们活的究竟为什么。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活的是为什么，我们活着应该为众生，我们活着应该为大众。就像我们很多的啊人说的一句话，我们要为人民一样，我们要为众生服务，我们要改变众生的命运，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通过菩萨的慈悲都能得到力量，让我们的家庭改变，让我们的工作改变，让我们的生意改变，让我们的孩子改变。所有的改变都在变数当中，虽然在人间，但是我们照样能改。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遍，人有命运，但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把两个字倒过来，我们不要认命运，我们要运命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，如果不懂得学佛法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好佛法。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佛子欢聚一堂，难道不是在天上吗？难道不像观世音菩萨说的吗？天上佛，人间佛，佛佛相应啊。台长非常不舍得大家，非常愿意跟大家多待一会儿，你们不让我看图腾，我心里又不舒服了，所以我就多讲几句让大家舒服舒服。要明白人的缘分非常难得，今天我们接了善缘，有了佛缘，我们融通了自己的菩萨缘，所以希望大家用缘分来好好的化解灾难。我们不再烦恼了，我们要想得通了。一个人想不通才什么都不通了，才什么会难过。什么叫开悟啊？学佛人什么叫开悟啊？想得通，什么事情都想得通，就叫开悟。